水，风底水，有花蕊伴相随。有些人的歌声就是可以把歌唱到起死回生。今天啊，你像许富凯唱迄、那个迄首歌《今夜又搁想起你》嘛？哦，对。对啊，迄首歌其实嘛足好听，但是没有让人家很耳熟能详。哎，啊，会唱红。对哇。我感觉你就是属于把这首歌起死回生唱出灵魂的人。嗯，谢谢。哎呀，好好听哦、喔欸。老师，你安那教的啦？哇，大家拢在搞唱啊，我都哦，真的很棒很棒哦。首先，咱爸爸妈妈听个这个盲叔叔啦，谢谢谢谢，下次邀请您再来喽。